好啦，咪咪哒哒哟，我是爱聊原神的秋秋。4.0 版本，你是抽角色呢，还是继续为喜欢的角色吞原石呢？本期视频就给大家汇总一下4.0版本有多少原石，帮助大家合理规划。关注秋秋，后续也能第一时间获取原神最新消息哦。4.0 版本从8月16日持续到9月26日，一共42天。版本固定原石，每日委托可得2520原石，深境螺旋刷新3期，打满可得1800原石。该部分原石需依据自身情况进行加减哦。9月1日商店刷新，星城兑换可得5纠缠。角色试用80原石，版本更新与问题修复补偿共计600原石，4.1前瞻直播兑换码300原石，微博签到2次共160原石，牛舍签到80原石，任务活动原石，4.0版本主题活动机书巧物前哨战活动共有3种玩法，分别为完成水下现实挑战、挑战敌人收集数据以及操纵玩具打击史莱姆玩偶。该活动预计可得900原石左右。光影岩穴、伊尼水界，利用留影机完成每天的留影记录即可获得奖励。该活动420原石。岛刃破解打斗类活动，完成全部挑战可得420原石。活物通知、水国寻迹、探索类任务，根据指引完成任务可得420原石。版本新增，新增2幕魔神任务可得120原石加2纠缠。新增灵敌传说任务60原石。开放枫丹全新地图，探索资源、宝箱、秘境、锚点，预计1800原石左右。枫丹7天神像按照版本进度可以升5级，一共可得300原石。全新水之印供奉物开放上限为20级，兑换可得4纠缠加8箱玉。4.0新增成就和全新世界任务，这部分预计在1600原石左右。网页活动预计160原石左右。月卡可得原石，小月卡档可得3780原石，大月卡档可得4纠缠加680原石，合计4.0零氪档可得11740原石加11纠缠，约等于84抽。小月卡档可得15520原石加11纠缠，约等于108抽。大小月卡档可得16200原石加15纠缠，约等于116抽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了，制作不易，还希望大家能给秋秋一个免费的3连，谢谢大家。